回家。我可惨了，我是有家不敢回。我谈了个男朋友，我爸肯定不同意。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还有人要我吗？有。那位大哥啊，仗义大哥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。喂，亲爱的，你赶紧过来吧啊，咱找着下家了。嗯啊，哟，我们家安防盗门了。爸，哎呦，嚯，这门槛够高的。爸，爸比，爹爹，啊爸 ，father， 老头，给我出来！哎，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。想死你们了！您干嘛呢？我这不浇花的吗？啊，爸，啊，一会儿咱家来个人。还来个人？什么人？我男朋友。啊，你交男朋友了？怎么了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你才多大呀？你才25就谈恋爱呀？干嘛呢？我照顾你呀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。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？合，他巨蟹，我双鱼。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？我不管，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。敢！哎，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。干嘛呀？我搁里屋了。明天啊，那老相好到咱家来。啊，您交女朋友了？我不同意。您才多大呀？您才51就谈恋爱？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？合。我属鸡，他属猪，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。这什么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，要收藏咱家那点小棉袄。你给我拿出来，你自己拿去。这跟你说的。嗯，好，我自己去。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，我花着痛快。站住！还是我去吧，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。这闺女真傻，那棉袄就没兜。哎呦，我说老板呐，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，说主板这么一打呀，我坚决不后退。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，哎，我要不把他拿下，您就把我退，哎，您就把我他挂了。你说这骂破老板呢，没说话的呀，没挂呀。不是，喂，老板呀，不是没说你呀，我是说呀，您永远把我催，我先挂了吧，就是这件。他来了。站住！你干嘛去？我开门啊。开门也得我去啊，回去。不回。退下。诺。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，你以为你皇室人呐？你看我怎么斗地主。哎呦，拜拜，我都你哎呀，这个，哎呦，哎，哎呦呦呦，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。哎呀，没把脂肪摔出来吧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就没我什么责任了。拜拜，哎，我今儿个来呀，啊，就是想娶您家那个。这个休想！哎，嗯，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，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，你有诚意吗？有啊，没诚意，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？我吃饱了撑的。拜拜，咱痛快点，能娶娶，不能娶拉倒，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。
你还许了别人家了，多新鲜呀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。你都说吧，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？你打算给多少钱呢？哎呦，我能少给你吗？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，我给您30够意思吧？你脑子没进水吧？没有，让你进。拜拜呀！你刺我干嘛呀？哎呦我的！拜拜呀，给您30就不少了，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，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，他是二手货，不是，他用过了。出去！哎呀，别刺了！走！怎么还刺呀？滚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，进门我还干鲜的，出了门成水货了呀！我呀。喂，啊，老乡好啊，啊，是我，不是明儿来吗？什么？现在就来？啊，好好好，哎，我在家等着啊。哎呦，还真来了啊！叔叔，哎、我这哎，你这。您应该先接我。你有医保。没有，没事吧，小伙子？叔叔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，送给我的，里边有炭。哎呦，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，谢谢啊！哎，你坐呀，哦，坐。您也坐。为什么坐在这里？这个地方接地气了。叔叔，小伙子，在我们这儿，你叫我叔叔，我这那儿叫我呢。你要叫我叔叔，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。我是南方人。南方什么地儿？您猜？哦，那哪猜得着 ？H 打头。H 打头。湖北。错，湖南错，海南错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福建。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？非常正确。哎呦，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。叔叔。我今天来，您都知道了吧？我听说了。我是想娶您家那个。娶吧，现在就娶走。现在就娶走？是啊，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？我跟你说，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，要娶娶，不想娶拉倒。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。您还答应了别人？是啊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！你别犹豫，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？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。我给他们送温暖。别捐，别捐，我曾经就是大学生。坏了，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！甭管你是谁，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？啊？你装什么傻？你给我多少钱？不懂啊？您打算要多少钱？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，我跟你说啊，给少了肯定不干。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说出来惊着你。30敢给吗？30，惊着了不是？我知道，这火锅得抵点儿。20。20？你别吓唬我好不好？
那炭还要钱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十八你取走，十八就取走。骗你是小狗，叔叔，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！再造我的天，都不让停停停停停！你给我洗脸来了，宝贝儿。爸，我爱你。这儿，住口！干嘛呢？你跑这拔火罐来了，跑这儿？什么拔火罐？干嘛呢？这是？您不都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什么了？他娶我呀！您说了，十八就娶走。骗我！您是狗。爸，嘿嘿，这是二十，那两块别找了。您刚才都同意了，那我就跟他走了，啊。哦，这就走了。哎，走吧。走了你就别回来。爸，别叫爸。二十多年啊，把你拉扯大，既当爹又当妈，捧着怕碎了，含着怕化了，天天抱在怀里。抱十多年没用，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。爸，您要是想我，可以来找我呀。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，我上哪儿找你啊？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？爸爸去哪儿啊？爸，叔叔。叔叔，您能让我说句话吗？我有知道，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我把他娶走，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。我还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就没人陪您说话。我更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。但叔叔，请您相信我，你给我一份信任，我会还你一生幸福。哦，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，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，就在您家楼下。您要是想我们，您就跺跺脚，我们马上飞奔上来。还是我飞奔下去吧。千万别跺脚，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。孩子，这世界上啊，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。这些年甭管谁，只要一提聘姑娘，我从心里就别扭，舍不得呀。其实刚才我这么闹，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，能拖一天是一天，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厚道人，做事儿呢还挺周全。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，能搞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。小伙子，今天叔叔就做主，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。你说这叫嘛事儿啊？说竹板这么一打呀，老板二次让我来，说不把棉袄拿回去，他跟我姑的白呀！哎呀，拜拜呀！小心！哎呀，你把
这门槛拆了行吗？明儿我把门都换了。哎呀妈呀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。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？因为他有丙团的情节呀。啊，他办了个博物馆，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。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？对呀。哎，你早说，赶紧拿过来。哎呀，战友。对。哎呀，你这拿走啊，送给你了，不要钱，白给呀。是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不占你便宜吗？拜拜，咱家还有棉裤吗？棉裤有，嗯，但金山银山都不换。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？嘛絮的，啊，女婿，哎，啊，嗨，明白了，小伙子，该您道喜，过年了，你别走了，哎，咱们一起吃火锅。好，我去拌娘菜，我去买豆腐，我去和调尿，我去切羊肉。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刷羊肉。